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，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时心与元旦，从此以后再无生别，只有死离。芷溪，我知道是你，你出来啊！你为何不出来见我？芷溪，若你真的不想见我，那为何我刚刚要摔倒之时你怕我受伤要出手相救呢？我害你先命折损，沦落凡间，如今便是搭救万次也不能赎清往日罪过。我不配站在你面前，也不配做你的姐姐。别哭了，丑死了，小黄猫似的。此为断喙笔，扎至伤入神髓，痛彻百年。若能减缓你心中的一丝憎恨，无论怎样惩罚我，我都愿意。当真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我把心情都收集起来了。我的惩罚便是：芷溪与元旦，从此以后再无生别，只有死离。你可愿意还认我这个姐姐？不然呢？那你呢？你曾后悔有过我这个妹妹吗？从未。姐姐，我们四叶汉代一族，灵根相连，你永远是我最亲的人。姐姐，严丹，我好想你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